2022这个元宵节，最差的打开方式是和老板一起加班。我马上到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手机24小时开机。公司不养闲人。苏可兰，不用来上班了。如果丢了工作才能有时间回家做饭，那我现在就辞职。但最好的打开方式，是和爱的人一起好好吃饭。毕竟一个人吃火锅有点太寂寞了，香吗？是不是很想吃啊？因为它，我开始体会生活。好吃。现在你还觉得这是空虚的人才有的无聊仪式感吗？下周一晚10点，陪你一起好好吃饭。